大锅翻炒糯米，加入调料着色，准备上桌。慈济静思精舍法师、慈善置业执行长、副执行长等等，大家总动员为端午佳节包粽子。这看似简单的包馅捆绑动作，其实也对应着做事的态度。看起来很简单，做起来不容易。一面包的时候，一面想到上人一直在提醒我们粽挂的精神了。粽神就是我们的法脉的精神，馅料就是我们的社区的资源，把它包很扎实，然后送到我们所关怀、所需要的这些。刚起锅香喷喷的粽子，执行长和副执行长趁热亲自送到树林角、主和里以及宜昌关怀据点，给长辈们带来祝福。很高兴啦、啊！哦，师父包粽子给我们吃，很感恩。粒粒粽子串起邻里情感，共同创造快乐时光，让关爱与互助持续不断。大爱新闻范吕昭、谢云山、刘宏志，花莲报道。